没有走过生命，不知道生命的可贵；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同样的，没有吃过苦的人，也无法去体会穷困的滋味。每一个时代好像都可以听到日子不好过这种话，不过不好过可能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也说不定。如果你看过中国老百姓在对日抗战时期所过的日子的话，那便知道什么才叫不好过。战争本来是经济社会的超级杀手，它摧毁了人们赖以为生的一切，吃的、穿的、住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过去，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是生是死只在瞬息之间。中国人在那种不确定的恐惧中，凭着一股子气，一股求生欲望，几乎是赤手空拳熬过了八年。事后看来，就如同出现了奇迹一样，但在当时谁都无法回答自己还能熬多久。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后来官拜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的回忆。我在大西北看到穷到连裤子都没有穿，衣服呢有时候洗干净就好了，这难免是补来补去的了，这个是事实嘛。大家你也不笑我，我也不笑你，没哪个笑哪个说是哦你今天穿的不好干什么，没有。至于吃的方面，战时在太行山打游击，后来当上台湾立法委员的吴延环回忆说，根本没有油啊，那个我吃饭不说香不香，没有油怎么香，就算不算，从来我们几年没吃过油啊。现在我都是游泳次数大了，说是别脂肪别太多了，我都碰着油我都把它倒出来，那时候还得了哈、啊，碰上油了我得要喝两勺才过瘾呢。曾担任台湾财经两部部长的李国鼎也提到了缺油的故事，他说有一位同事叫陈志仁啊，他是好久没吃，我去到部长看的，他说我这干的就很干，这肠子也不够那个，所以就买了一瓶麻油带回去，经常吃的麻油，就这样子来度过这生活。毕业法律毕业，你也不能不练的话，不打一道过河实在是不能吃。你打多了过河你也不够吃，因为没有油啊，那个士兵吃的饭来吃特别多。他不能吃两碗，他要吃三碗，吃三碗他要吃四碗，他油水不够嘛，他饭也吃多嘛。我们的士兵饿的时候没办法，有听着狗咬，就派着看着狗咬去打狗去，拿着枪就把狗射伤了。回来以后那个狗身上除了皮以后一点肉没的，皮都不拔就煮一煮，大家有时候喝了个汤。如此不好过，对后人而言也许很难想象，但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这么过。战时民众支持政府抗战到底的情操是可感的，但政府是否有能力照顾老百姓获得最低程度的生活条件却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老实说，日本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时候就起步了，而我们直到北伐之后才开始急起直追，期间至少落后了60个年头，所以在当时我们即使不打仗日子都已经很难过下去了，更何况战争呢？就粮食一项来讲，也许您难以置信，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时至1933年还得对外进口粮食达260余万公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农地有一部分用作种植烟草鸦片等高经济效益的作物，加上水利不张，造成了大部分所谓的靠天田，
一旦碰上了旱灾、水灾，老百姓就只好饿肚子了。1934年，大概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开始。在建国十年中，政府开始投注水利灌溉工程，开发耕地面积，做了许多虽然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苦工，在抗战时期产生了前所未料的效应，使一个苦难国家不绝于缕的命脉得以延续。假如我们把农业视为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中的传统部分的话，那么象征现代化的工业状况就更凄惨了。虽然918以后，中国每年的工业生产成长率都高过9%，但它占全国生产毛额却不过13%。更糟糕的状况是，这些现代化的生产机器大部分是外人投资，而且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一带。开战不久，这些港埠便纷纷失守。换句话说，连刚刚萌芽的现代化工业幼苗也跟着夭折了。我们假如以1940年国民政府可以充分或部分掌握的行政区，大约为1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工厂数目在战前仅占全国的13%。以民生必需品纺织业为例，这14个省所有织布厂织出来的布，只占全国总量5%，实在少得可怜。但据估计，到了1940年。从战区、沦陷区涌入后方的老百姓、军人已达5000万人之多，使后方人口从战前的1.8亿骤增到2.3亿，约当全国总人口50%。换句话说，5%的民生工业生产能力要提供50%民众的民生需求。照这样来看，没有裤子穿，还真的不足为奇。还有个数据也颇令人吃惊，那便是公路运输状况。以公路公里数而言，这14个省虽然占全国42%，但车辆的总数却只占全国的8%。由此，您大概可以想象路上车马寥落的景象了。所以，当代人至少要多活60年，才听得到堵车这个新名词。以如此原始简陋的物资条件去从事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对政府而言的确是担起了一个不好当的家。所以在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在海运无门、孤军作战的岁月中，他们赤手空拳就地取材，无中生有，从民生必需品到军事物资，样样自己来。比如说，早在淞沪战役中，日军罔顾国际道义，对屡攻不下的中国军队施放毒气。当时中国军队面对化学武器，除了捂鼻子之外简直无计可施，因此丧生重伤于毒气之下的军人无以计数。但当我们急着从事制造防毒面具的时候，又陷入没有原料的困境。当时任职中国工业研究所的工程师顾玉泉回忆陈立夫支持他制造活性炭的一段故事。他说，陈立夫先生他是工程界的老前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教育部部长了，他是还是中央这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传到我中央工业事业所来，我们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他喜欢新的事，他看见我们中工所有一个空房子里想堆了一大堆的这个野猪壳，他就问这个许多野猪壳哪来的。我说这个是918以后许多中国这个海外的华侨，特别是南洋的啊，东南亚的许多华侨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捐，我们这有的是野猪壳，野猪壳是做活性炭最好的原料，活性炭防毒面具嘛。我说就是没有钱呢，要不然说这帮可以做成工活性炭。他说，党部中央党部了，
出钱。那个时候出多少钱呢？2000块钱。我们造一个炉子，就把这一大袋一个屋子的这个叶子靠做做成功和新炭了，经过兵工署来验收合格。好了，我们第一件就是对这个防毒面具的活性炭呢解决了。从顾玉泉的话中，我们可以听出，当时中国缺的可不只是活性炭，更缺的是有组织、有效率的政府。可惜这些东西却不是几个椰子壳所能解决得了的。在民生物资中，食盐是十分基本的。在海岸线禁被封锁、海盐无从取得的窘况之下，2-3亿居民的食盐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又要请教顾老了。四川天赋之国了，那四川成都重庆新中国，但是盐呢都是土发作，3000吨以下的卤水把那个白铁皮做成功的桶到底下去，把这个盐卤水啊把它吊上来。怎么吊上来？牛车转圈子把这个水吊上来。顶简单，用一个锅炉不是很好吗？有27个重要的盐井，我们把它机械化，每一个盐井呢武装给他一个锅炉。这个两个小小的设的这种锅炉做了27个锅炉，一来的话盐产量加了2倍。食堂也是个问题，战前制糖可以慢工出细活，用土法炮制，但是一下涌进4-5千万人口，供需便出问题了。糖的做法是土法的不得了，这个甘蔗大家都知道的，甘蔗煎成榨成功糖水熬成功黄糖、红糖变成白糖，这一个过程非常之时间非常之长，要差不多要7-9个月。他把一块泥巴呢，一点通过一个泥巴呢，把这个红糖变成红白糖。我们机械厂，中国所有的机械厂，找一个制造一个手摇的离心机。离心机是点点普通的，15分钟可以替代它差不多1年的这个时间。对后人而言，洗洁剂应该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日用品，但是在当时由于没有碱，所以连肥皂都做不出来。顾玉泉接着说，内地没有碱，肥皂没办法做，所以洗衣服用稻草灰都中间也有一点碱，你想。后来我们在内蒙古找到一个碱湖，我把这个内蒙古的这个碱湖里头的碱水，冬天呢结成功冰以后，把它切成功块，有毛驴啊，把它拖到石嘴上，把它炼成功金纯碱。那个时候才有肥皂可以做。在许多民生物资之中，粮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据估计，后方14个省份的稻米生产在战前占全国总量的65%，照讲应该够吃才对。但1940年秋，重庆的米价却飞涨了2倍多。这虽然和当年欠收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战争带给民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响。该卖的不卖，不该买的也买，
于是囤积居奇，使市场产生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失调现象。加上奸商哄抬物价，后方经济的阵脚就更稳不住了。为了挽救此一危机，国民政府于1941年底颁布国家总动员纲领，1942年5月成立了总动员会议。这个动员会议主要的作用便在于打击经济犯罪，稳定民生。阎灵峰回国后就在这个组织中任职，他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说：“那个时候，委员长呢，就组织了国家总动员会议，他当主席。国家总动员像会议下面呢，也有几个组，比如说，经济组啊，军事组啊，经济检查组啊，我是经济检查组，他们就是几十个人办公而已，我们有几千人。”我有两场，我们下面有几个经济检查队，经济检查队就专门处理这个囤积居奇的这样子啊，太高物价了，就这样子查，就这样子，我们可以抓人，也可以查封他们。不过，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要靠总动员会议的检查队来维持，那便表示市场供需产生了严重问题。经济崩盘如同洪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绝非高压可以围堵，但难就难在不堵也不行。在粮食方面，1940年政府采纳了沈宗翰的意见，实施田赋征实办法，由严家淦在福建先行试办，1941年全国全面实施，同时并对有余粮的农户施行几价征购。为了怕影响通货膨胀，政府印行了像这样的粮食库券搭发，在多管齐下和农民叫苦连天声中，竭力遏阻投机风气。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是由于疏于开发，所以很多资源有等于没有。想战时最重要的自己油源，甘肃玉门油矿的原油还是战前一年才正式开发的。玉门钻探可以说是中国石油史上最光彩也是最艰辛的一页。当年参与玉门油井开掘工作的金开英回忆说：“到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从前有人去过，盖过一个老君庙，2400公尺高，到冬天有的时候过冬零下40度。1939年，由于设备陈旧，玉门的原油年产量只有400多吨。为了争取更新机具，中国石油界先驱孙岳奇直接找了孔祥熙。在外汇奇缺的窘境之下，孔祥熙还是拨了500万美元，向美国采购新的钻凿器材。没想到，当这批货运到仰光的时候，正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卸载码头上的钻探机具一箱箱器材被日本飞机炸烂。玉门工作人员把7零8落的机具残骸运回甘肃，拼拼凑凑，舍不得500万美元就此泡汤。金开英说：“炸掉半半就缺少这一点，就缺嘛，所以二十几部的机器只有几部凑齐的，就靠这几部啊。”就靠这几步啊，所以现在是180万加仑不算什么。那个时候180万加仑是一个大号召，从重庆到矿场也是2400公里。这个汽油运到重庆去用，山东油去，留一桶在那儿，一桶沿路烧掉，回来之后再拿这一桶。三桶油往返烧掉两桶，只能用一桶，这种情形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战时叫人心疼，却也无奈。为了开发辅助能源，中国人在战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弥补燃油的不足。李国鼎回忆说：“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这个贵州生产的酒很多，
酒很多，这个酒的浓度啊，贵州的这个很出名的酒啊，浓度有酒精的成分有70%几，你经过一个蒸馏之后呢，就可以就可以变成个燃料。到四川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做植物油提炼清油。还有一个呢，刚巧那个时候有一家工厂专门这个用这个木炭做原料，产生煤气，这个煤气的话就也可以做燃料，所以车子上就要装一个有木炭转身器的这个车子，就可以拿去给这个 engine 可以开动。这就是木炭车，车厢外侧的黑桶便是炭炉子。这种车目前可能在任何汽车博物馆都找不到的，但它却是战时中国民间交通的重要工具。在一场战争中，战场可以说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也是呈现结果的舞台，所以军队变成了耀眼的明星角色。但我们也别忽略了，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放枪打仗，后面需要10个老百姓来供养，所以仗对全民而言是休戚与共的。1940年到1941年，中国军队兵员从250万一下子扩充到450万，老百姓等于增加了一倍的负担。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共识之下，民间生活条件的日益恶劣似乎是必然的事。在此一恶性循环中，政府的角色最为痛苦，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开发资源、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变成了10万火急的要务。但改善经济和10万火急之间本来就具有冲突性，于是士兵在未获得较好装备之前牺牲了，民众在未获得足够粮食和安全保障之前死亡了。在远水和近火之间，大家好像只能靠着不确定的机会存活下来。8年抗战，也就是在这么恶劣艰险的环境中撑过来的。我们很难想象，假如当初没有这些人赤手空拳、无中生有，为战时经济开拓一线生机，其结果将会如何。